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明站 Regine， 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Hermes 的 Ovaline Mini。 大家一讲起爱马仕的入门版，大多数都会想起 Ovaline， 因为它的设计简单得来又有代表性，中间还有一个镂空的 H 字形。影片中的颜色是金棕色，是爱马仕最受欢迎的颜色之一，皮质也都是采用了牛皮制造，容量空间足够放电话、卡包、锁匙等等，件带也可以拆卸的，而皮质都是用了帆布制造。轻便可爱的 Ovaline 简约中带有奢华的感觉，绝对是适合少女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过来尖沙咀门市找我，你都可以加我 WhatsApp、WeChat 或者扫下面的二维码加我微信找我啦。